吃，但是我没有吃的东西。对啊，还有松露哎，那也太恶心了吧！那吃起来像是臭烂掉马铃薯。那你还买两包，对面只吃了一包。我妈妈之前买的什么牛排也都还在。那个又没有人要买。2022。我妈就说：“哦，有特价买。”